本分局接获报案，在庄河区锦屏环快路口发生交通事故。经初步了解，吴男驾驶油罐车沿新北环快往安康方向右转锦屏路行驶，与同路段直行欲左转待转之骑乘补重机吴女发生碰撞，吴女遭倒下之机车压住，导致右小腿受伤。本分队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置，并将吴女先行送往医院救治，肇事原因尚在厘清中。